诸位同学，大家好。这江苏沈居士问的，他是讲台上的摄像机大概摄了17分多钟，第一次摄像有不妥的地方，请原谅。我们念佛堂小组有2000位居士，每天下午2点到5点来此共修，1小时听经说法，2小时念佛，早晚课各自在家专修无量寿经。那么现拜托你能够请净空老法师为我们这个道场开示几句法语，以免更加坚定我们居士往生的道心。他如果有可能的话，慈悲安排我能和老法师谈3到5分钟的话，我想请教1、2个修道上的问题。他有5个问题。我们这个城市有4、5个念佛小组，我们小组有1个小佛堂，每一天下午有20多位居士在一起共修，时间3小时，1小时听你讲经说法的光碟，2小时念佛，在念佛前我们唱一遍往生偈，请法师开示，是不是夹杂？念佛之前念不是往生偈吧？赞佛偈可以。往生偈最好在念佛完了之后念，不要在念佛之前，念佛之前可以用赞佛偈，用赞佛偈，这个往生偈是应当念佛完了之后，念往生偈再回向，这样就好，可以的，第二个问题。他说同修们早晚课专持的是无量寿经，不再做48愿或32到37品，是不是合法？这个很如法。这是念全经当然更好。实在就是时间不够很匆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念全部无量寿经，那就是用这个第6品跟32到37品。第三个问题，是法师听了你念佛法音光碟，1分钟36句，我们体会是呼吸念佛法，弥陀是吸气，阿弥是吸气，弥陀是呼气，我们小组共修是这样念的，不知道对不对？请你把你怎样念的传授给我们大家。好像我没有念过佛号啊，大概是平常念佛，不知道什么人录取了，我不晓得，可能是这样做出的，这个袋子。我没有专门录过这个念佛的录音带，这个念佛录音呢，这个音调不必学别人的，这个音调就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自己念得很舒服，你就这样念下去，只要沉就灵了。不是说模仿别人的就灵，
不一定要模仿别人。我们自己，你看现在这个许多道场念佛的音调都不一样，我们可以多听多参考。你觉得哪一种自己念得很舒服很欢喜，就采取哪一种。那么大家在一块共修呢，就要迁就一点。迁就大多数的人，少数人要迁就大多数的人。那如果不肯迁就呢，就再搞一个念佛堂。这个念佛堂念这个调，那个念佛堂念那个调，行。彼此不相干扰。这样就好。无论哪一种念佛都能往生。不一定说是哪一个准确哪一个不准确，这个观念呢要搞清楚。要搞明白。那个念佛能不能往生，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面讲得很清楚。必须要具足身心切愿独行，信愿行里面范围也非常的深广。我们普通人往往在这一点呢疏忽了。因为我信阿弥陀佛了，是不是真的信呢？不见得。阿弥陀佛教给我们做的事，我们一样也没做到，这不叫信啊。阿弥陀佛交代我做什么事呢？无量寿经上讲的就是阿弥陀佛教给我们的。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这大家都念得很熟的，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做到了没有？在平常说话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要讲人家的过失，不要讲人家的是非，我们做到没有？如果我们没做到，不信呐。善护身业不涉律仪，我们做到没有？善护身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没有做到就是不信呐，不信想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怎么能去得了啊？善护意业清净无染，不贪不嗔不痴，这经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做不到你怎么叫信呢？没有信那个愿是空的，那是妄想啊，不是真的。独行，行要把弥陀经上佛给我们的教诲要做到，这是行。念佛也是他的教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佛教的。这样才决定得生净土。信愿行三个字没搞清楚，自己以为搞清楚了，这是很大的错误。那么这个念佛最大的一个争执，就是到底是念阿弥陀佛还是念阿弥陀佛，这个现在很多人争执。而其实我们看看古来念佛往生的这些大德们，念阿弥陀佛往生了，念阿弥陀佛也往生了。这个阿弥陀佛并没有分嘛，你念阿弥陀佛对，念阿弥陀佛错了，我不来接你，没有文明这回事情嘛，念阿弥陀佛也往生了吧。由此可知，不在这些形象，重在实质。我们要了解这一层，千万不能够发生误会。
第四，他说有十位年龄比较大的50岁到80岁的人，其中有一位，说15岁的人吧，15岁小孩，有15岁的人没有机缘来，叫我带他，请师父为他皈依，皈依场面，我们可以以摄像带带回去给他看，这个可以，我们几号皈依啊？7号，好，我们7号坐山皈依，坐山皈依的时候，可以录像啊。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不念佛的时候，耳朵里就有念佛机唱的四字佛号声音，静坐时，该不该听？可以听。这个现象是你功夫刚刚得力，那你能够保持就很好，如果心散乱呢，就不能保持，心散乱的时候，这个境界就没有了。如果摄心，心地很清净，这个声音会常有，但是这是很普通的一个感应，不要生欢喜心，也不要疑惑，专听行，跟着念也行，都是很好的境界。这位同学问的，他说：“弟子学佛10余年，初持《金刚经》，后因另有因缘诵《楞严咒》，近10年，且曾在佛前言明，尽行受奉持，现为一门生如故，想改为早晚课。”都念弥陀经是否可以？早晚课时是否要加念心经大悲咒？这两个问题。早晚课都念弥陀经最好，这是专修，专修专念，这个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么早晚课呢，是不是要加念心经大悲咒？如果专修的话，可以不必，可以不必加这些东西进去，心经跟大悲咒应当放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当中怎么修呢？心经是观空啊，看破放下，你真正能看得破放得下，就是受持般若心经，大悲咒啊，就是大慈悲心，能够用大慈悲心见到一切众生有苦难，全心全力去帮助他，舍己为人，那就是大悲咒，如果你要是做不到，天天念这个没用处，蚊子来咬你一巴掌打死，他哪有大悲心呢？那大悲咒就白念了，这个要懂啊，所以念大悲咒为什么不灵呢？没有大悲心。念心经不灵，没有看破，没有放下。诸位明白这个道理就好。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是中国居士，在学佛过程中出现一些疑难问题无法解决，
建议是否能办一个函授性质的学佛培训中心，给我们及时解答。其实我们现在通常呢没有重要的事情呢，我们每一天晚上这个时候都给同学们解答问题而且也同时上网。我们这些资料网上有没有储存那有储存的话就更好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你们在电脑里面都可以能看到所以这实际上呢就已经是用网络来传递讯息在网络上可以学习，不必再去搞一个这个函授中心用不着了，在网络上就好。而且网络上提问题呢，现在我们没有双向没有双向呢，大家有问题可以传真过来传真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网络上给你解答。第二呢，在听有些法师的讲经或看经书时，有时遇到同一问题，但有多种不同讲法和说法，应该怎样鉴别哪一种讲法和说法比较如法？这个问题比较上难一点。佛法一定要契机只要他所讲的不违背经典的原则原理原则，这就是契理不违背。同时呢，又能适合我们现前的需要，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解决问题，这叫契机契机契理，那就是很如法的。如果理没有错，但是所讲的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用不上，这就不契机没法子用上或者呢，现在我们生活能用得上，但是与经典所说的有违背这个就是契机不契理这些我们都要仔细看清楚，要听明白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最好来问向这些法师大德们多请教这样比较好。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弟子法秀在家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老法师慈悲开示。第一个是，我们应如何在孝亲的情况下又不会放太多感情下去，正所谓情不重不生娑婆我对母亲的关怀有些太紧张。这怎么会太紧张呢？爱是真心本性里面的良德良能是性德了。但是爱里头不能有自私，掺上自私这爱就变了质你热爱你的母亲，同时也热爱一切众生，爱一切众生像爱母亲一样的爱，你就明心见性了。
啊，真心是平等的。啊，如果只爱母亲，跟爱其他的人有差等，有等级的，那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个爱缘慈，爱缘慈悲。啊，佛说慈悲有四种啊。啊，凡夫是爱缘慈悲。啊，你爱他对他就慈悲，你不爱他就不慈悲了。这是凡夫啊。啊，修行的人呢要把这个境界往上提升。啊，这提升到的众生缘慈悲，是我刚才讲的。啊，我爱我的母亲，我爱一切众生都像爱母亲一样，众生缘慈悲。这个心量就脱开了。啊，心量脱开之后啊，果报就不一样了。啊，中国古德门常讲的量大福大，这一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你心量大了，你福报就大了。你能爱众生，众生自然就爱你。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啊，你得的回报非常殊胜呐。啊，菩萨比我们这个慈悲心又要高一层，叫发愿慈悲。啊，菩萨了解，虚空法界。唯心所现，国土众生唯识所变，他清楚，他明白，所以他知道虚空法界国土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所以他的慈悲心清净平等真诚，这叫发愿慈悲。那也就是他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众生不了解，到如来国地上啊，这个慈悲心没有条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菩萨这个慈悲还是有条件的。啊，到如来国地上啊，条件没有了。啊，换一句话就，这些痕迹都不留了。啊，这个境界才到纯净。啊，菩萨境界跟佛是很相似的，不纯净的。啊，到如来国地上，这个才真正到是这个极尽心现前啊，所以应当把爱自己的亲人的爱扩大啊，去爱一切众生，这就好。第二，他说我自己念佛，也劝母亲念佛发愿求生西方，但因他不识字，有时会懈怠，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他，唯有往生西方才不会受苦，但他不像啊我那么紧张求生，还喜欢看电视啊，管他太严呢他又烦恼，怎么办？他喜欢看电视，我们现在这个讲经的录像带很多啊，啊，可以带回去给他看。那么佛教里面还有一些电视剧，也可以在家里面常常播放，啊，像这个，马来西亚同学们做的了凡四训的这个电视剧啊，只有两片啊。我常常劝勉同学，
这个电视剧最好在自己家庭里面每一天看一遍，至少啊一年不能中断啊，你在一年当中看360遍的，你的心情都会改变。如果你要是把佛法放下了，你决定生烦恼啊！啊，现在我们利用电视来弘扬佛法，就是因为喜欢看电视的人很多。啊，我们用电视传播我啊，前几天我们在深圳录了一套《了凡四训》，就是提供给美国电视台跟台湾电视台去播放的啊，一共有21个小时。啊，所以喜欢看电视呢，你就用这些方法，你陪他一起看，一面看呢，一面帮助他讲解，啊，提醒他断恶修善，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就好。啊，这一位同学问的，他说我妈妈往生已经11年整，还没有招魂。前不久梦见妈妈说她很热，我不知应该怎么办，请老法师开始。你梦到你母亲，不管是给你讲些什么，世尊在《地藏经》上告诉我们，啊，多半呢，梦见已经过世的人，都是他对你有所希求，求你帮助他。啊，那用什么方法帮助他最好呢？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么这是你的母亲，你要报你母亲的恩，我们自己应当在佛前发愿啊，我念100部弥陀经，或者念300部弥陀经啊，念500部弥陀经，专门为他念的，啊，念佛给他回向，这个功德非常之大。啊，那么也有同修，啊，念地藏经的也好，啊，一定啊。要说部数啊，这个部数越多越好啊，你给念地藏经啊，你给他念50部啊，念100部，念完之后念佛回向啊，嘱咐他发心求生净土，这样就好。这位同修他说，我是一位皈依弟子，因为很多朋友都是信一贯道的，我把老法师的 CD 片拿去送给他们听，但是有的人骂我，
说这样是有罪过的，请你解答我怎样啊？我这样是不是有罪？我给你答复，你没有罪。啊，这个佛是普度众生的。四弘誓愿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一观道是众生的，我们也不能把它舍弃，只要他欢喜接受，都应当给他。啊，那么在新加坡，新加坡有9个宗教，我们讲经的这些录像带，啊，9个宗教我们都送啊，哎，他们也都真听啊，啊，因为我们常常要往来，要往来呀，当然彼此要有认识啊，因此彼此都互相学习。我常常读他们的经典，哎，他也常常读我的经典，啊，我们的经典他们也常读。新加坡的宗教相处非常和谐，啊，明天晚上了，啊，我在天主教讲他们的经，啊，讲玫瑰经，啊，天主教的玫瑰经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就像我们佛门的朝暮扩诵，啊，他们玫瑰经是朝暮扩诵，啊，所以明天我去给他们讲这个经，啊，你们有缘呢也可以去听听，啊，所以这个是好事情，没有罪过啊。嗯，哦，这一位同修啊是有7个问题啊。他说，我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出家人啊，眼见今日之世界危机四伏，灾难频降啊，各个恐慌，家家不安，人人茫然，啊，逐风弥天，夜浪盖世，可自己徒受如来恩护，啊，不用众生供养，自身啊业负永缠，恶习深重，上不能光扬佛法，下不能呢挽护众生。今提如下问题，就请师父垂慈开示，借化现佛，以谢罪于天下。啊，这法师很客气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近2年来世界灾难居然剧增？啊，骤然剧增。由此而造成的人心不安，怨气冲天，将会对今后产生怎样的影响？有无解救办法？这个问题你看得很清楚。实在说呢，许许多多人都见到，中国古圣先贤常常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发达一定有预兆，一个人如果要遇到灾祸也会有预兆，个人如是，家庭也不例外啊，啊，这个家会兴旺会衰败，都有征兆的。啊，国家世界
还是不出这一个定律。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现象，这个现象是非常不吉祥的预兆。那么从这个预兆使我们想到西方古老的预言，以及基督教经典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回教伊斯兰经典里面也讲世界末日。是不是真的有末日呢？我们佛教没有。佛教里面讲释迦牟尼佛的发运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依照中国历史记载，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那么世尊的法往后还有9000年呢，决定不是末日。但是末法这10000年当中，佛法的兴衰不止一次。佛法的兴，社会安定，世界和平，人民幸福。佛法衰呢，可能就会遇到灾难。我们看现前社会，佛法衰到极处。弘扬正法非常辛苦，有一些人有意无意给我们无情的打压，障难重重这个可能是外国人讲的末日的预兆能不能挽救，在理论上是肯定的。吉凶祸福是在人，这个人心呢，一念之间呢，一念转恶向善，这个灾难就平息了。理论上是不错，事实上呢有困难。劝一切大众转恶为善呢，绝不是一个容易事情那怎么办呢？楞严经上说得好共业里头有不共业。有别业，从我自己本身转这个我办得到只要我自己转过来了，这个大灾难呢跟我是不共业我转过来之后我要认真努力劝勉一切有缘同修我们大家一起来转。这个就是纵然不能够把这个艰难化除，我们也应该把这个艰难降低，把这个艰难的时间缩短要从这上努力
一定要用自己的真诚心啊，真诚心能得诸佛护念，能感动天地鬼神啊，我们念念在祈求啊，一般宗教里面的祈祷啊，这个就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如果我们自己不肯真干，那是决定没有办法了逃过这个劫难的啊。从哪里做起呢？我们在这个讲习当中所说的都是说这个问题啊。一定要从断卧修善做起啊。这个印光大师大家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等觉菩萨了我们在佛经里面都曾经读到，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有本有集啊。印光大师示现的吉相，比丘相，他的本是大势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还是有本集。西方极乐世界他现的相是大势至菩萨，他的本久远界已经成佛了，跟观世音菩萨一样啊。故佛道驾慈航而来示现菩萨身帮助阿弥陀佛故佛再来啊，他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现象，他看得很清楚啊。他提出什么方法来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呢？他提出三样东西，我们不能不重视。第一个是了凡四训。从了凡四训的真正觉悟因果报应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种善因决定得善果，造恶业决定有恶报啊。了凡四训这一门功课就是叫我们认清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啊，清楚明了之后，你就要下决心断卧修善。断卧修善的标准，太上感应篇啊，他老人家不用戒律，用太上感应篇啊，作为善卧的标准，要做到才行呐。第三本书《安思全书》，《安思全书》里面一共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文昌帝君因之文啊，这一篇教诲在文字上讲呢，只有感应篇的一半，感应篇是1300多字，因之文700多个字。也是善恶的标准啊，都是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呐。啊，《安思全书》的后半部啊，三篇，万善先知，
是劝我们戒杀的，欲害回匡是劝我们戒淫的，一切恶业，杀跟淫是最严重的，特别有这两篇的时候详细来说明啊。最后净土之归啊，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印光大师对这三种书在一生当中极力提倡，目的何在呢？挽救今天世界劫运的，我们不能够疏忽啊！今天学佛的人多，但是疏忽了印光法师的教诲，所以学佛功夫不得了啊！在这个大灾难之前的时候，人心惶惶啊！如果你在这上扎下了根了，灾难纵然现前，你还是如如不动啊？为什么？我清楚，我明了啊，自己更清楚，我生从哪里来，我死了之后到哪里去。对于这些灾祸决定不受影响啊。所以这个印光大师的教诲啊，我们要多想想啊，决定不能够疏忽。第二个问题，少数强国啊，横行霸道，动辄失武，使平民、经历众生屠戮，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战争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将受怎样的因果报应？这希特勒也曾不可一世。可是最后呢，遗臭万年。他说：“今天希特勒应在何去？”这个造极重的罪业，果报都在阿鼻地狱。这些事情在中国在美国，我想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地区有特异功能的人不少我们一般人讲有神通的。这些人有能力见到地狱就看到地狱有能力看到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过去在美国迈阿密讲经，迈阿密是美国很奇怪的一个城市奇奇怪怪的人很多那个地方也是美国毒品销售的中心什么样的人物都有。我在那里讲经，就遇到有些通灵的人告诉我都在地狱都在受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出现这是众生造作不善业所感的决定不能怪别人，业感嘛。生在太平盛世，决定是过去生中造善业所感得的。我们生在乱世，过去生中造不善业感得的吗？
可是真正修行人呢，善业也好，不善业也好，关系不大。啊，善业是顺境善缘，啊，恶业呢，我们遭遇的可以说是逆境逆增善缘，都能帮助我们成就啊。啊，我们生在这个水深火热之中啊，更应当加紧努力，深入经藏，依教奉行。啊，我们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啊，啊，这样才好。第三个问题，古德云：“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可今天佛门内有少数同修忘记了圣训，违背了戒律，横生见解，指责他人，甚至借火攻击啊，排遣他人，这非但不是庄严佛净土，而是动摇了一些同修的信心，甚至招致啊世间人们对佛教的啊讽刺，古德警戒我们啊，临脚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啊。请问老和尚，这样做会负什么样的因果责任？这个不必问我，你看看《菩萨戒经》就清楚了。不信佛，不是佛弟子，造这些恶业，都堕地狱了。啊，剃了头，出了家，受了戒，还造这些罪业，他的果报就可想而知了。啊，可是我们自己也认识清楚，我们也不必去回谤他，也不必去批判他。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我们可以远离，可以自己找个地方去修行啊。啊，他的势力大，啊，我们道场就让给他。这个天下决定会有容身之处，啊，真正修道人，佛护念呐，啊，龙天善神保佑啊，绝对不会啊，说是走投无路。那要真修道人走投无路，那佛菩萨都不灵了，啊，佛菩萨很灵验的，啊，会照顾我们。啊，生活清苦一点不怕，苦难当中啊，磨练自己，啊，自己会有成就。第四，他是法照大师六传中，文殊菩萨为法照大师摩顶受记，那是否也是为我们念佛人的受记？这个话讲得通啊，由此可知，真正念佛人呢，得诸佛护念呢，菩萨拥护啊，啊，这十二祖啊，彻悟祖师所做的弥陀百记，虽好，但不易明白啊。请老和尚略略地调成一下，念佛有哪些不可思议殊胜功德？这个背记我看过，你现在要我说呢，我记不起来了，要把那个记子找出来看。
念佛法门不可思议殊胜功德太多太多了，不但我们没有办法说得尽啊，诸佛如来也说不尽啊。可是他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在三经一论当中啊。那么在中国过去，祖师大德们讲《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啊，最后的一句附在三经的后面，成为净土四经。啊，这个事情是清朝咸丰年间慧远居士做的。啊，净土四经呢，慧远居士做的。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又附在四经后面，称为净土五经。啊，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出家人极力的在那里反对夏莲居居士的汇集本，说是什么？那是居士汇集的，决定是错误的，决定不可以采用。那么普贤行愿品是居士加到净土这个三经后面的，也应该废除，那居士干的，我们不能相信。这哪有这种道理？居士成佛的人很多啊，出家人堕地狱的不少啊。问题不在出家在家了，他是不是真修行人？问题在这。啊，世尊对于末法时期的现象早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居士能不能讲经说法呢？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表演给我们看了啊，同个一个时代呀，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啊，维摩居士也天天讲经啊。维摩居士讲经如法不如法呢？释迦牟尼佛赞叹，不但赞叹，而且还派遣他的大弟子啊，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人常常到维摩居士座下听经啊。啊，对维摩居士的礼敬跟对佛没有两样，顶礼三拜，右饶三匝，你去看经，经上都有吗？身作讲经是代佛说法了啊，不论男女老少，他身作讲经代佛说法啊。比丘菩萨一定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啊，那么他不去读这些经，那有什么法子啊？完全凭着自己的意思来排斥，错误的啊！我们遇到这些现象，避开就好啊。佛法决定不与人争论啊，争论就不是佛法。啊，他说他的，说累了他就不说了嘛，公道自在人心呐、啊。
啊，听他的，舍弃念佛法门，学他的，那是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我们自己清楚，坚定不移，啊，一心向道，啊，这样就好。第五个问题，他说：经有少数在家的同修，时常跑到寺院干预出家人的事，总将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对常住不消一顾啊，品头、品足、分帮结伙，破坏僧团团结，动诈计说啊，净空法师讲了。道场应交给在家人管理，出家人不应多管，是云云。这个话我是讲过，道场交给在家菩萨管理，他是不是菩萨呢？他要不懂佛法，那他一管就管糟了。确实在家人护法了，出家人弘法了。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实现的。你看那个时候的道场都是国王大臣长者居士的管理。出家人绝不管道场的。那么我们现在要问问了，这些人是不是国王大臣长者居士？都是佛门的大护法，这一点要清楚啊！如果不是啊，那就不行啊！佛法无论在家出家，要懂得佛法才行啊！不懂佛法，你怎么能管理佛法呢？可是往往受管事人。并不懂修行，且不计因果，管理道场所负的因果太可怕了。如果这种不懂因果的人真的管道场，那么后果不堪想象是什么样子了？请老和尚详示一下这方面四理因果，供我们遵循。在佛法里头弘法的人呢？是菩萨了，住持管理道场的人是佛陀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常讲弘法的功德很大，管理道场人的功德。超过弘法的人，